无不从此法界流，不论好多数字再多，是一。一能变多，多能变一。主成神还有主地神，佛有佛世界微尘数主地神，所谓普德净化主地神，坚辅庄严主地神，妙化严数主成主地神，普散众宝主地神，静目观时主地神，妙塞圣言主地神，普毛发光主地神，乐意音声主地神，妙华玄机主地神，金刚岩体主地神，如是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即于往昔发深众愿，愿常亲近诸佛如来，同修福业。主地神就是表你深重大愿的，还有合福，大地能合福一切的。你看咱们这块大地，合福了60亿人，还有畜生呢，还有蚂蚁呢，马牛羊鸡犬豕呢，野生动物呢，都算上。凡是有情界，这有情界，还有无情界呢？六神还要吃啊，大地得产生粮食，还要庄严呢，还得大地还得产生花，人要喝水啊，大地还得供给水，人要烧煤炭保温，大地还得产生煤矿，无一样的衣食住行不是从大地出来的，是它合福。合福一切众生，说他过去发的大愿，发的大愿要满愿，满愿必须得修行，修行成就了就得了。咱们经书上所说的德字两种含义，就是说福德啊，他还说你修行德与心，修行成就了，心有所会，心里领会了，就叫行德。表什么呢？表你的心地的。大地能持重负担，有依持大地，这叫主地神。主地神最主要的表示表你的心地，以你的心地而建立一切。第六种主地神，第七主三神，佛有无量的主三神，说奉宝峰开华主三神，华林妙极主三神，高窗普照主三神，离尘净极主三神，光照十方主三神，大力光明主三神，微光普胜主三神，微密光轮主三神，普眼现见主三神，金刚密眼主三神，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给予诸法得清净眼。三表什么的？变高，三都是高，说三大家一想，哦，三是高的。高呢，就表人的德。人家经常说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就表那个万德高盛的意思。万德高盛从什么来的呢？从寂静得来的，闲寂。寂静是定，不是动，三不动的，是表德。而说表智慧，智慧高，说超出一切的，超出别人的。所以这个一个表字
一个表德。三是寂静意，又表不动的。我们经常有这种话，和尚，我们对南宗两宗都称和尚，就是出家者，都是佛子，清净修行者，凡是清净修行者都要住的三，尘寺里不可以。为什么那些国王以最初开始从汉朝开始起佛法到中国来，那皇帝那些大臣他要学佛要亲近佛，住太远了没法学。那后来和尚都住到山里去，不是男众女众都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三五灭佛吧，那和尚就入山了。从那以后和尚就是山中的产物，在山里才能修行，你跑到那个社会里你修行什么？和尚要住山，山里清净，尘世的烦乱，山里清净。所以过去的古德大多成道者住山林的多，山林多，就是表示三是清净意。山上一定有林呢，有树森林呢，所以有主林神。福有不可思议的主生神，所谓不华入云主生神，左干疏光主生神，生芽发药主生神，吉祥敬业主生神，催步验障主林神，清净光明主林神，可意音声主林神，光碟普遍主林神，妙光通迥耀主星主林神，华果光位主林神，五十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没说数字了，没说微尘数，有不一是数，皆有无量可耐的光明。这个在这个书抄上把它形容着表现是什么呢？无漏字。这个无漏字不漏于生死了，不漏于二乘了，不漏于众生了，拿森林来表示，这主林神就表示这个的。他们都发现有可热可耐的光明。这还有两种，主要神主家神啊，下回再念。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集，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涓涓细流缓缓流过。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即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尾巴也随之摇摆，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在照顾上，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张尚纯医师。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请配合政府的规定，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也免得受到处罚。不管疫情如何变化，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不要彼此贴标签。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大家好，我是苏家斌医师。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会进行居家隔离，所有从国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检疫。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二、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三、建议有独立空间，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四、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口鼻；若有公共设备，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最后再次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跑跑照，一旦乱跑，不但会收到告警简讯，最高还会被罚款100万元哦。
随机理而宣说，欲解脱者知精良，诸佛经典精华义，一切菩萨所赞道，不谈三有之安乐，唯是下满身居意，亲依佛曰之正道，具愿者当悉谛听，勿要清净出离心，就有海乐无极方。真世间殊福中，故当首先寻处理。人生难得寿长，修此可断机生智，无期也挂轮回苦，修此可断后世智，修此可断后世智。修后遇诸轮回复，上那不生羡慕心，日夜与修得解脱，而是一生出离心，而是一生出离心。倘若于此出离心，唯一菩提心摄持，正菩提乐因故，智者当发菩提心，思维猛烈思不充，难当夜所尽宿福，宽于我知修出离菩提心，亦不能断三有根，故当清正圆去方，故当清正圆去方。水间轮涅一切法，永无起或止因果，灭除一切所缘境，此人踏上佛西道，此人踏上佛西道。何时分别各执着，无起缘起知显现，愿力所需知空性，而是为证佛名，一旦无有论凡事，知缘起断除一切执着相，而是渐渐即圆满，了知一现出有边，一空见出无有边，缘起心心里不为编织
所动。若是三足阳道论，自己如是通达时，当以静中而静静速修永久之佛果，速修永久之佛果，速修永久之佛果。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传进孩子的身口意，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常相左右，处处关照。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时时常行菩萨道。随喜缘分散去，懂得感谢珍惜，愿我有弥陀的心，念念不离无上菩提。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快乐。我想我们所做功德都不是为自己，为了家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更重要，来为法界众生。那学佛就是学我们的心量，心量要广大，心量不要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就起烦恼，而且呢，不但不起烦恼，心量要为别人、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为法界众生，常常这么想，好不好啊？啊，这样你就不会耍脸色、没浪啊、不理人家。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所以我们昨天有一点开会了。以后我们北院讲堂叫微笑道场，没求不在例外，在里面没求要出去，好不好？很难啊，但是这就是修行，修行啊。所以因为你现在不笑，下辈子你就哭吧啊。所以你现在不笑，下辈子你会碰到一个很严格的爸爸妈妈，早晚都不笑要打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心所招感来的，所以你对待别人怎么样，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像我从小被我爸爸骂到大，一定过去我也骂他骂很久。所以因为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的严肃，但是对我来讲，那我要修行嘛，那就慢慢的改啊。那至少各位看我不笑，但我心里很温暖的。我拍摄看你，但是我不会恨你，呵呵，我不会讨厌你，我只是不好意思啊。因为现在如果前面天天做男人，我当然天天笑了啊。但是因为这个还要修啊，但是至少我们朝这个方向，好不好啊？所以我早上想一想，我们北印讲的什么佛像都有，就是爱笑的弥勒菩萨没有。以后放在大门口，好不好啊？然后大笑三声才进来，这样，然后进来还会跌倒，哎，因为你吃肉。弥勒菩萨说不能吃肉，既然你要给众生快乐，不要伤害众生，因为吃肉啊，